为什么？感觉是时机没到，不是机会不到，其实我就需要一年时间就差不多了。万一没成呢？这世界万一成了，那是万一，那意思就是说9999它都不成，万一成了吗？您这要是败了呢？败了最起码我自己努力过吧。败了努力过，那他怎么办呢？如果说败了你还娶不娶他？这么说，我拿什么娶她？她会跟我过吗？那就直接说。她会跟我过吗？那人家你怎么就知道？如果说你一无所有，还不跟你在一起呢？我外债还没还清呢，我最起码我要还这银行贷款。我介意过吗？你不介意是不介意？咱们俩生活费刨出去，然后我再把贷款还出去，我手里有多少钱呢？我拿什么去见父母啊？你父母问小伙子，你是挺好的。你这个房车有吗？人家父母不会说小伙子你房车有吗？人家不会这么问的，充其量就是看看。你想多了，看看然后再你想多了再不让。你想多了。不是我，因为我是过来的。你都没去世，你就怎么知道呢？我没跟你试过，我以前就是这样试的。我前期就是父母都不愿意啊，我们两个一冲动，好行来吧，结好我们就结了，领证了，到最后就这样了。人家没说跟你结婚，人家只说跟你处。但是我是奔着想结婚的去呀。想结婚，现在先把人要求答应了。